子里面有一棵梧桐树。啊，是，我就把它寓意成梧桐树吧。然后梧桐树的英文就叫 Phoenix Tree， 然后大家都知道凤凰，是百鸟之王。是。梧桐本身呢又是挺拔高洁，自古讲凤凰栖梧桐，所以名字是这么来的。然后我就觉得家有梧桐树，自有凤凰来呗，然后可以交接广大的人人知识。吃的样子哦，我先拿走喽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就是这里主推的这个景泰蓝香锅吗？对对对对，这锅好漂亮，好高大上的感觉，哇、哦，好好看的锅。这个锅是真的景泰蓝吗？应该是吧。你也不确定啊，到底是不是？观众朋友，你来吃了您就知道啦。我看到里面已经有一些配料了，都是些什么呢？这个是我们自己秘制的锅底，还有一些蒜子啊，葱啊，还有番茄。秘制的锅底。对对对。我闻一下好吗？好。很香的样子，我已经快流口水了。那一般就是这种秘制锅底，上面要加一些什么配菜会比较好吃？你们会推荐一些什么？海鲜啊，还有一些新鲜的蔬菜啊，例如大白菜那个。大白菜。比较嫩，吃起来。哦，就是不是所有大白菜都可以，就要最好要新，对，好一点。对。然后这个是您介绍的海鲜。海鲜。哇，这个虾看着很新鲜哦。对，老虎虾。老虎虾，你想吃吗？哇，好热，吓我一跳。其实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要不要焯一点水？对，放点水啊，有点吃起来就不会太干了。哇，看着很不错的样子。哎，虾的颜色很漂亮，是因为油炸了一遍的关系。油炸里面还有放了一些酱油，然后看起来就比较颜色就比较漂亮，对，看起来比较有食欲。确实是，我已经闻到，香味了。你想不想尝一尝？我能用手吗？算了吧，待会儿餐桌上我再给大家告诉大家，哎，这道菜到底有多好吃。所以其实您在就是做餐饮的时候，也不单单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普通的餐馆，也会融入自己更多的一些心血，把这样的一些文艺气息。我刚刚看您的装修，包括一些就是一些字画，您都还有一些都往上挂，包括一些很漂亮的一些水墨画。对，我尽量的就是打造一些中国文化的氛围吧，让就是一些来到这里的人。看到一些中国的文化，把我们的中国文化也带到奥克兰来，对，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。对，然后我还会摆一些，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书，洋人他们等菜啊或者什么，他们都会翻翻看看，了解一下。对，我看您还会弄了一些，比如有点比较像我们中国复古的一些木质的一些家具。都是定做的，从国内定做过来的，全部定做的。您的初衷就是为了把我们的中国传统这样的文化带来这边。对，所以我就尽量在所有的地方都加进中国元素，包括座椅靠垫呀、桌面呀，然后所有的餐具。您的餐具是从中国来的吗？都，所有都是。哦，还有明星哎。是哦。沙，我看你们家菜单挺有意思的，好像还有前菜啊，然后还有主菜，有点像西餐，还有甜品，对，有点像西餐，是西餐，但我看你家是中餐，中餐西做吧。那比如说像我这种口味比较重，喜欢吃辣一点的，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？我们现在推出了麻辣系列，你可以选麻辣香锅，或者我们有那一种很受欢迎的景泰蓝。小火锅，麻辣的，对，有麻辣的，也有不太想吃麻辣的，也有番茄口味的，哦，就是有两种口味，有两种口味。对，这是你们点的茉莉花茶，哇，好漂亮，这里面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，这是千日红，
有茉莉，然后有绿茶，还有那个莲子心，比较清火，比较清火，清火养颜。啊，这是从中国来的吗？对，大部分是从中国来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谢谢。冷菜肉丝鸡丁豆，好，谢谢啊。雾都酸菜鱼，哇哦！把它甜品我给拿走吧。哇哦，这个就是金泰兰麻辣小火锅，麻辣小火锅，金泰兰的配菜吧。哇，太有食欲了！那这些菜真的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。对，然后再尝一下它的羊肉粒。羊肉粒，我觉得做羊肉最关键的就是它不能太膻，就羊肉味儿。对，把羊肉味处理好，不会腥，所以它这个就处理得非常好。并且羊肉因为它火候如果掌握不好的话，它容易老。这个很嫩，很嫩，很好吃，并且不辣，也不会觉得腻。对，好，是。再为大家尝一下这个吧，鱼肉。我觉得女士非常适合点这个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酸酸辣辣的，但是它不会觉得很刺口的那种很辣，然后它里面的酸菜放进去之后呢，把它的整个油腻的味道就中和了，所以就你会觉得很容易入口，并且呢还很下饭。好，这个菜是今天的主打。我怎么感觉有点舍不得下筷子，因为它的菜的样子很漂亮。其实也，他今天我看他在放的时候，他说最关键的就是他的那个秘制的调料。说实话，跟我想象中的麻辣香锅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我刚开始看到这个菜的时候，其实在看大厨在做的时候，我都在想会不会太辣，然后太油腻。是是是，真的是没有，它就是很香。然后呢，这个虾，因为它油过了一遍之后，它很脆，但是它里面的虾肉仍然是很甜。它不但是就是那种脆的感觉，也保持了虾原来的那种香甜的味道，并且它的这个酱，因为它是秘制的，所以我能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，然后就中和了它的一种麻辣。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这道菜，你们赶紧试一下。嗯，好。并且它里面的配菜很好，你看，有这个胡萝卜，然后还有木耳，所以呢加上这些菜之后，整个香锅它就味道就应该说是有海鲜又有山珍。然后里面如果您不想吃那些就是主食的话，它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豆干啊，然后还有一些牛肚啊。可以说其实这样的一个锅，我觉得如果是两个人来点一个这样锅，再点一个素菜，完全是足够了。对，并且价格也非常的公道，是刚刚大家在介绍菜单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了。所以说这里的环境很舒服，菜呢也真的是做得很好吃。到底有多好吃，其实我在这说半天我就只能跟您说好吃，您可以自己来试一下，你要相信我，你绝对是不枉此行的。对，是。待会儿我们还会再来尝一尝这个小火锅。韩寒的小火锅也是他今天，我觉得这个锅真的是超漂亮的。这个锅老板娘也说了，它是从中国定制过来的景泰蓝做的锅。然后呢，我刚刚有看到它的配菜呢，你看主要以蔬菜为主，然后呢还有一些虾呀，是，肉海鲜都有。所以呢，不单是如果说您来这边不选这个麻辣香锅，也可以选他们这段时间主推的这个景泰蓝小火锅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比如说是一个人一锅，它跟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就是一大锅有点不太一样。我现在为大家尝一下里面的这个番茄的味道如何，看看。太好吃了，非常的香。我觉得它这个辣椒应该是提前炒过，然后把辣椒的香味已经炒出来，然后它完全是融入到这个酱。